哇哈哈哈！各位同学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来，拿起你的画笔，蘸上你的颜料，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。昨天吃鱼卡到喉咙了吗？能正常说话不？要不要来瓶醋润润嗓子？别闹啊，咱们正常点。今天给大家画一个一天四个阶段不同的画。主持人，来点音乐。好的，收到。那咱们的画完成了，你是不是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呢？